上，一会儿要从北京飞到上海了，我要去找黄金粉。明天我们要去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。Waiting for。那接下来我要在飞机上看电影了，我们上海见喽。嗨，带着他的箱子回房间之后，我们就要去吃饭了，然后为明天的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做准备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充电现在开心吗？开心。野人脱缰的野马。早上好。野人脱缰的野马。我们先要出发了。Yeah, 我们现在到家了，迪士尼在逃亡子回家了。Yeah, 我们回家了，耶、！我们现在准备去玩最最牛的极速公轮。Hello, 我们刚才玩完了极速公轮。我们玩的第一排，耶耶，太帅！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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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要去冲天赛车，就这个大柱子的这个东西，我跟你讲啊，一开始很吓人，但是相信我，真的就吓那一下很好玩。哈哈哈哈，我们又做了一遍。看完了花车，呀、yeah, ！现在我们要去看七个小矮人。现在在七个小矮人的矿山车上，哦，你差点掉了！哎呦，我们现在，好了，我们现在上坡，在上坡。我帽子，等等，他为啥是这样的呀？我们刚才看完了杰克船长的舞台剧，哇！刚才那个大冲浪太牛了，那个横空飞在天上，龙卷风无味。我刚才玩了3遍激流勇进，现在这东西太好玩了，一定要玩哦！而且玩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晚上玩，有彩蛋。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度过了完美的一天。对，然后现在我们要走喽，拜拜。